中药材怎么吃，连老外都知道。中药的东西外面很好的一个成分，对，等洗过可能就洗掉了。到现在还是想不通。我在等这个机会哦。早上冷冻里面才会变成舌头哦，不行，这两个阿多阿多一下就拉惨了哦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